Hello， 家人们，我们两口子又来了。今天姐夫给我做的肘子，还有这个虾，这个是生呛大虾，还有无骨鸡爪，来开吃。哎呦，饭前来颗小果冻来。好，先来果冻。你看姐夫今天做的肘子好吧？哎呦，我吃的葱油饼了。好吃啊。嗯，来你吃块瘦的吧。嗯，你别吃肥的了，来吃块瘦的。哎呦，吐了肘子皮吧。看了吗，老铁们，这个人啊，厨艺有进步哈。啊，下面葱油饼，下方小黄车里有啊，你们喜欢自己去拍，老好吃了。嗯，那么辣的辣椒。来个无骨鸡爪来。嗯，嗯，哎，这无骨鸡爪真好吃。进来家人们可以点点红心，点点关注，谢谢大家啊。太燃了。嗯，葱油饼。嗯，吃肉。太瘦了啊。嗯，挖了一块瘦的，瘦了不吃哈。家人们给点点红心，点点。